三二。那进行是二 W 越野车 A 组第三次决赛，也就是 A 组的最后一次决赛啊。目前率先通过是林墨浩，第二是曾玉凯，第三的是孙达洛，第四陈冠健，第五袁荣南，第六是陈义杰，第七是曾胜雄，第八是陈景明，第九是孙刚，第十是汤启峰。目前时间在1分35秒，领先的是林墨浩，第二的是孙达德三号车，第三的是四号车的陈冠健，第四是二号车曾玉凯，第五是八号车陈义平，第六是七号车孙昌，第七是五号车袁龙南，第八的六号车曾正雄，第九是十号车汤奇峰，第十是九号车陈祖明。哎，大家要注意啊！时间又到2分35秒，目前领先是一号车的林木浩，第二是三号车的孙达德，第三是二号车的曾玉凯，第四是四号车的陈冠宪，第五是八号车陈玉平，第六是七号车朱昌，第七是五号车袁龙南，第八是六号车曾正雄，第九十号车汤奇峰，第十九号车陈景明。目前进行的是2W越野车 A 组第三次，也是今天最后一次的决赛。所以要分分钟你做饭了。来，九号车主注意啊。九号车。注意了。现在最后2分钟，目前底下是一号车的林墨浩，第二是三号车的孙达德，第三是二号车的曾玉凯，第四是四号车陈冠宪，第五的是七号车，七号车爬上来了，下一个第四，第五是四号车陈冠宪。第六是六号车曾正雄，第七是五号车掉下来了，第七是十号车唐启峰，第八是五号车游龙南，第九是八号车陈义勤，第十是九号车陈景明。时间用掉4分30秒。曾义凯跟孙达德是连在一起的哈，也差半秒而已哈。不论他跟陈冠宪也是差半秒哈，也是连在一起。
桥。好了，最后一分钟了哈，最后一分钟，一个月亮五分钟，最后一分钟，目前还是领先的是铃木浩，铃木浩是一路领先哦。第三的是第二是孙达德三号车哈，第三是二号车孙凯，来，车窗注意一下，一号车孙康，第五的是四号车的陈冠宪。最后三十秒，来，这一台已经排到第二号，孙达德掉到第三。来，孙达德差半秒哈，这一台差十秒，差十一秒左右哈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最后十秒，倒数十秒了，十号车。来，孙达德第三，左边，李木浩第一。哎，全部时间到了哈，全部时间到了。来，车时间到。来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电车哈，就一二三名了哈，一二三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。